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佳燕。新年到了，然后在虎年呢，在这边祝大家气势如虹，新的一年里面忘记所有不好的事情。希望大家在今年呢，每个人都可以有满满的勇气去完成自己的梦想，坚持自己的信念。然后因为新年很开心，吃完饭之后记得还没有看 Manga 的朋友要到戏院去一起帮我们支持台湾的电影 Manga， 谢谢。